当我的女老板背着我借我兄弟钱，你是不是给大鹏转钱了？啊，那你咋不告诉我呢？那我不是怕你多想啊？哎，你家钱是大鹏刮来的，是不？那谁让你借的？他不还怎么办呢？你替他还呀？我拿什么还你啊？你呀，你还啥啊？你什么你呀？我能不能别再闹了？咱俩这事儿都过去了。不愿。干啥？别生气了，不用隐瞒。我只是想让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想换假出去玩一天。那公司是你的，那不是你说的算的事儿。但是我想你陪我玩一天。你做梦！咱俩除了工作上的事儿啊，不会有任何交集。太漂亮了啊，玲姐，你选这地方太哇塞了啊，该说不说的啊。